利路亚，我一齐全心嚟到敬拜我的主，主啊，你系我嘅神，我一生甘心居于你里面，我一生咧居住喺神嘅里面，神啊，帮助我哋同你有密切嘅关系，我一生。走上个侍奉的道路，
每個人，我哋每人都有唔同嘅恩賜。主啊，求你將祝福我哋每個弟兄姊妹放膽啦，出嚟侍奉神，係神所喜悅嘅。主啊，當你翻嚟日子嘅時候，你必歡喜快樂迎接我哋，讓我願意，我哋願意擺上我一切所有嘅奉獻俾你。主啊，因為你係配得，你係配得嘅主。主啊，並且當神啊，你咧翻嚟嘅日子嘅時候，主用你站起來敬拜讚美你，將榮耀歸俾你。因為你係我所愛嘅主，你係所我渴慕嘅主，你係全地嘅主。直到主耶穌再翻嚟嘅時候，讓我哋一齊唱。被你击破的十字架。
望望你回嚟，阿门。愿你快乐，愿你快乐。阿门，每日多谢天父。主帮助我哋建立一群大能嘅子民。喺天国里面有好多人信耶稣，但系咧大能嘅子民系唔多嘅。其实神已经俾咗应许我哋噶啦，系在乎我哋有冇行喺神嘅路上。神已经给我们应许，我们必定可以有大能的，就是看我们是不是让神做王。神做王的时候，我们的力量就大。我要建立一群大能之民。祝福庆的火，祝福庆的火。
嘅路系最好嘅。当我哋全心爱神嘅时候系最好嘅，因为神系掌管一切。神见到边个爱佢，神就喜悦嘅。多谢天父。